在我的 Elvis 湾区嘛，卡拉马马的 Elvis 湾区，现在没有大楼，什么都大楼倒塌了嘛，还有哈泰城市的很多大楼倒塌了嘛。主教，我跟你报告，就是说现在哈泰城是没有人能够进入景区，现在雷汉的市有没有人能够进入景区？因为现在是军方全部在管制，同时哈泰机场的跑道也因为地震而损毁，对，重要交通全部被摧毁。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台湾能够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台湾东西有在募款，同时我会马上跟货运公司开始做物资收集的动作，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航太社会让一般的 NGO 进去。其实今天我也听，有一个消息，我的爸爸的 cousin 又过世了，因为我们很难过。我们一起加油，谢谢你。我们知道土耳其发生了超大的两个地震。已经很多人过世了，还有很多国家，台湾也是现在帮忙土耳其，台湾的先40个救援去了，还有今天也90个救援回去土耳其帮忙，因为是我们真的现在需要，因为是土耳其的现在我的 Elvis 湾区嘛，卡拉马马的 Elvis 湾区，现在没有大楼，什么都大楼倒塌了嘛，还有哈泰城市的很多大楼倒塌了嘛，所以今天我特别跟那个台湾中心的哈泰雷汉的台湾中心的邱老师跟一个会访问，我会问他们现在做什么，那边怎么样？现在我们跟邱老师开始访问。现在我的对面有哈泰雷汉的城市的台湾中心的邱老师，因为是你们知道我的老家埃利比斯坦区现在很可怕，卡拉马马拉什加赞，对，还有哈泰现在真的很可怕，所以我直接问想要问。邱老师，邱老师，现在哈泰怎么样？因为是我知道你们那边真的很可怕，有救援吗？现在你们怎么处理？哈泰省土家，哈泰省有1300栋房子倒塌。对。哈泰省现在是没有电的状况，同时呢，也因为天然气的管线，因为地震，所以说天然气也没有。那也因为哈泰省当年受了很多的难，所以说水压本身也弄不足。对。但没有地的状况之下，所以说水塔的水也没有办法打上去，意思是说我们马上就会变得缺水、缺电、缺瓦斯。对啊。昨天晚上的时候，有300位的妇女跟小孩在台湾中心过夜。谢谢。谢谢。我们还是有余震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待在家里头。第二个呢，是因为实在是太冷了；第三个呢，是因为没有电。所以说呢，感谢之前联合国有捐给我们发电机，就说台湾中心现在是24小时在发电的，至少让当地的居民能够用他们的手机联络他们的家人。所以邱老师，现在台湾中心还有如果他们的房子有问题的话，倒塌的话，可以去那边。你们可以帮忙，对不对？因为是24小时有水有电，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说，目前台湾中心有水有电，那我们还有一个地下井水，然后有很大的储水桶。非常。现在只有300位的叙利亚妇女的小孩在我们台湾中心。那主教，我跟你报告，就是说现在哈泰省是没有人能够进入景区，现在雷汉的市有没有人能够进入景区？因为现在是军方全部在管制，同时哈泰机场的跑道也因为地震而损毁，对，重要交通全部被摧毁。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台湾能够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台湾东西有在募款，同时我会马上跟货运公司开始做物资收集的动作，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哈泰省会让一般的 NGO 进去，对，几周后。那等到我们可以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物资跟金钱都准备好，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哈泰省都不会全部的有水、对，有电、有天然气，因为这一次的摧毁的状况实在是太严重了。对，没错，因为是你知道我的那个埃利比斯坦区也是现在都没有救援，因为是那边是比较远的区市，可是埃利比斯坦区现在一个大楼也没有，跟塔台一样的1000多个大楼都倒塌了。我也昨天听了哈泰城市的社长，他说现在我们自己想要处理，可是我们来不及，需要更多帮忙。
我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感谢台湾，台湾很快给周延台湾前四十个人今天做这个，还有我特别说，你们还有可以捐款，台湾的哈泰雷汉的台湾中心，因为是现在土耳其的东南部超冷嘛，可是那边有电，那边有水，所以他那边是照顾土耳其人，照顾叙利亚人。谢谢邱老师，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是今天我也听有一个消息，我的爸爸的 cousin 又过世了，我们很难过。我们一起加油，谢谢你。我知道你今天很忙，老师。我们下面也放台湾中心的捐款，还有你们在这边捐款，你们是他们也现在帮忙土耳其人帮忙训练了。谢谢老师。你们刚刚听到了邱老师说，现在台湾中心会帮忙训练人跟土耳其人，因为是都有水都有电的嘛，所以很多人去那边。你们是大家现在很怕进去他们的大楼，就因为是还在有小的地震。因为是我们遇到两个大地震，还有导师也说了，哈泰城市也是很可怕的，还有他的哈泰城市的机场也不能用，他们的路也破掉了，希望赶快去很多球员帮忙他们，因为是有的时候那边的民族帮忙，可是民族不够，球员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帮忙他们。我妹妹的事情是，妹妹已经二十多个小时在一个公车里面，客运站的一个公车里面，因为是外面很冷，可是最近最后五六个小时公车也没有油的关系，很冷。吃的东西是，政府给汤他们喝，可是超级冷，现在零下3-4度，所以他今天回去安卡拉家人的旁边，说了我的奶奶的爷爷的房子都会倒塌了，还有他们的九个牛死掉了，还没问题，他们没问题，可是爸爸的表哥跟他的孩子是那个倒塌的大楼里面没有出去，他们过世了，所以爸爸难过，我们也难过了，有些别的亲戚也现在大楼里面，可是我们还没跟他们沟通，希望他们没问题，希望快处理。还有那个台湾中心，你们要捐款的话，下面放我很多网址，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帮忙。感谢台湾这个时间，支持土耳其，这个时间嘛帮忙土耳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谢谢台湾地震的那天派救援去土耳其帮忙，还有今天更多人回去，这个部分现在台湾是如果今天也去的话130个，台湾算是其他国家最多最多的救援。谢谢台湾这个时间支持我，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时间，土耳其一个国家不能需要多一点帮忙，谢谢你们支持我们，感谢你们，感谢。